还有 Michael 做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。以前我2002、2003的时候在这边打球，很少遇到华人。我是后来回国以后2011年回来，我在密沙加那边华人朋友也是，就是那个打球的也非常少，所以市场是有这个需求的。因为我们好多华人都是散落在各个球场，需要一个组织把我们组织在一起。我们平时打完球，然后大家在一起再聚一聚，切磋一下，不要打完球回去就急三忙四回去做饭陪老婆陪孩子。我们在这边已经非常闷了，需要一个组织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，对吧？大家互相聊一聊了。对对对对，谢谢。所以那个，其实我华高网去年成立的时候我就已经注册了，然后去年注册完，就是国内有事情我就回到国内，要去年我就跟大家就认识了，所以今年我就春天一回来马上参加活动，以后只要我在这边有活动我肯定参加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大家。